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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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ship was a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harder, bowed it down. Blow me, bully boys, blow. Selamat datang ke hutan Dimbo Gunung Ledang. 现在在班纳斯，我们要进去的一个瀑布区，这个是个原始森林的瀑布区，我们去那边野餐。那我们现在是要买票的，那我们的票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就是5块钱啦、啊。到、学生3块，那个超过60岁3块，如果 OK 又是免费，小孩子免费。外国人20块钱，来给我20块钱。今天好多人哦，你看看，今天是年初三，我们的外籍人士，我们的友族跟我们一起玩了。你多久没有去野餐了？哎呀，野餐好久了。阿快有没有野餐过啊？阿文有没有的野餐呢？好少好少，现在要好好感受了。是啊，我是2002年到现在没有去野餐过了。以前哦，野餐的时候，妈妈在门就会准备早早起床，准备咖喱，准备米粉，还有西瓜，然后我们就去消耗整大半天了。可是哦，今天我们这样子放眼望下去哈，都是有族，是哦，都是有族家庭。族朋友呢，他们真的是很注重这个野餐，就是家庭乐，他们在这方面是很简单的。对，然后他们也懂得把孩子带到大自然去，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想说哈，我们华人家族啊，离开冷气的空间，然后把孩子带到这些地方来享受我们的大自然呐、对对，反而更好，对不对？你看我们的孩子哦，在哦，在看手机，看，那风是不是很舒服？那风很舒服吗？好舒服。来问你一下，这里叫什么？这里叫做 Aiban Nasta。 不是，刚才你不是这样讲的，你讲 Aiban Nasta 是不是？ OK， 以前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 Aiban Nasta，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把名字改成 Aiban Gunung Ledang。爱的这种咕隆的荡，这里就是金山的瀑布。但是呢，我已经习惯了不给干标人的那种爱，明明是爱的尊就讲成爱巴纳斯，明明是巴萨马拉就讲成巴萨巴吉，巴萨巴吉讲成巴萨马拉。整个马波奇就把变成是爱巴纳斯。啊，这就是很有趣的文化了。你看，哇，还可以大营帐哎，哇！快，给你一个挑战啊，你去找一个家庭，叫他请你吃东西。啊？这里我有。我告诉你哈，在马来西亚呢，你真的是哈。啊。你真的不用带东西来，你去他们那边做，他们就可以请你吃饭的。哦，哎，真的。马来友都是非常的热情的，对。马萨森迪里干。哎呦。阿三嘛，德罗克巴萨杜。哈哈哈哈哈。马来西亚，花了300。哦，巴基斯坦，他的应该是你，对的。我来本马来西亚，打波列干。有虾的，半斤跟半斤虾。Yes， 是这个。Hello， 不来吗？干是咖喱干啥呀？
terima kasih. Dari mana kamu? Dari KL. Dari KL. Okay. Kamu dari mana? Saya mau dari Johor sini. Oh, okay. Nong Yamo. Hello. Mas apa? Kambing. Kambing. Cok kambing oh. Oh. Wah. Ini apa YouTube eh? Ya YouTube. Oh. Wow itu. Wah, 这棵大树倒下来，怎么样？有人在家吗？Hello. Pukul berapa sampai sini ya? Pagi. Pagi. Kau diam ah. Kau diam ah. Ah, oleh ini ah sangat feng shui ya. Ah, feng shui bagus lah sini. Tidak panas. Terima kasih. Gongsi fa cai. Visa besar. Mas saya tolong enggak? Tak payah tolong ah. Adik. Sudah pergi main enggak? Baru sampai. Oh, baru sampai. 哦，这里这样子走走一下，走走下，如果没有人的话，会不会迷路哈？其实应该不会，你沿着水流，沿着水流走下去，应该就不会迷路了。很爽的一个，我们讲热带的那种森林，而且它的瀑布是很清凉的。是，我刚刚有听广婷讲，他讲以前他小时候呢，就常常听到那些直升机飞过来，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升机飞过来是什么嘞？云山。找人啦、啊，人不见了。那现在是规划得很好哦。哎，还有一个故事，我曾经在吉隆坡州立小学做过精英班的老师。那时候呢，我给他班上的学生呢，那个学校是州立小学。然后那时候我在讲的这些学生，如果成绩好的，前面十名的人，我就带他来这边玩。然后成绩我就带了这些学生，而且父母亲也相信我。在那时我还没进过读书的时候。所以带他们来玩的时候，来到这瀑布区的时候呢，然后我叫他们 stand by， 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池不深的。OK， 当然我还有几个朋友帮忙看住。我讲这个水呢，你们等一下我喊到十，我喊到三，你们就跳下去，因为他们不知道水是冷的。每个三的时候跳下去，每个跳上来，好冷死啊，老师，真好玩，冷死啊！你看沿路就有这些桌子哈、哦，可以让我们坐在这边野餐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美味的负离子。神牛，神牛，阿瓦斯，小心！漂亮的板根树，这边的路很美。很好走的，马来友族他会跟我们讲恭喜发财，但是他们未必懂得恭喜发财这个意思的。哦，呀，说到马虎酱啊，嗨，哦，这条路呢，中学的时候时常走，啊。不过现在我觉得它维护得很好，对，至少垃圾看得比较少了。啊，这个大石头我还记得，以前曾经在这边拍过照。Golang Putri 就是公主湖。阿德不去噶？阿德啊？哎哎，你这个不是阿德，不是公主。登机啊！啊，登机不错的，不错的。对，有的。有。哈，现在我发现哈，我一路上这样问上去啊，有些人就跟我讲远，有些人就跟我讲不远。啊，谁的眼睛？谁的呀？这天气又不能待啊！不能啦！帮我！Thank you！ 什么帮我？
了，都到了。哇！哇 ，enjoynya。Satu keluarga eh? Oh, okay, okay. Enjoy eh? Okay. Okay, sama-sama.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Dari mana? Melaka. Oh, hari ni cuti eh? Oh, okay, bagus. Sama-sama.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erima kasih.因为我们五七港币哦，旁边的一些小小地方都是有江琴车的水流下来的。然后我们都在捉什么？我们捉一种鱼叫做暹罗乌金、暹罗黑金鱼。嗯，金台都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这是可能有整千整万年了的了。其实是很好走的，整个山路。对，它弄到很好走，而且很天然。哇，这边超爽哦！很勤劳的一群小蚂蚁。小小蚂蚁躲躲少少，住在一个凳子里。其实这个是我们个人的道德啦，就是把你所制造的垃圾给带走，这么简单。对的，希望大家这么多人能够做到。对啊，维护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的生态哦，就是你的垃圾哦，你带来的话你就把它带走，不要丢在山里面。对，因为呢，我们要为下一波的人或者下一代人制造这个福利，或者是为我们下一次来。对，好原始的一粒大石头，看到没有？好大力，至少三层楼高，就是一粒石头而已。啊，好久没有这样爬，真的是哦，还挺受罪的。你看梅姐啊，身轻如燕，你看，哎呀，万马奔腾。我们现在是在翻山，瀑布的一半，它瀑布都流得很急哦。Hello， 呀，金山上面的瀑布怎么样？很原始，对不对？很好啊。啊，水是不是特别多？水是特别多，每一层都一堆人。小心小心滑哈！有鱼啊，哇，好冷啊！
看看，你看得到我的脚趾甲？大水特别清澈。看到冷到在发抖，看到没有？冷到发抖。你看，鱼在咬我的脚。小鱼，亲亲，你看，咬我的脚。这里这个场景就是那个金山公主电影那边公主跟苏丹打架的场景。然后这座山的水呢是真的非常非常清洁，真的，而且我曾经喝过啊，就是山泉水，很爽很舒服。哎呀，没得跳下去泡水哦。对呀，哇，哈哈，对了，没关系了，我们就泡泡脚啊。对，挺舒服的。嗯，水下面还有一些山鱼啊，淡水鱼，还有些淡水虾。淡水虾一般上躲在那个石头的缝里面。如果一直往这边上面跑的话呢，爬上去的话呢，就有一个叫做一字湖啊，那边的水更美。不过太累了，到这边为止。然后马来西亚呢，在好几年前呢，曾经拍了一个金山公主的一部电影 ，OK， 然后他拿的景色呢，就在这边拿的。这里这个场景就是那个金山公主电影那边公主跟苏丹打架的场景。下面就是瀑布了，很深的，非常深。哦，如果不小心呢，从这边滑下去的话呢，是九死一生。啊，我们现在在这边野餐哦，谢谢、哎、谢谢广庭给我们带来这个年饼，发艺的这个广庭，哎，带来的年饼，那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也可以吃。嗯，他刚好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水，太好了，冰冰凉凉，谢谢。这里是哥兰布特拉王子湖，哎呦，楼上有一个公主湖，这边就是王子湖。今天的这个爬山的经验怎么样？哎呀，我瘦了两公斤啊！哎，我瘦了三公斤。对，我去年吃了这么多，现在瘦胖了。瘦对了。不错不错，整个感觉，整个氛围，然后整个哇，负离子满满啦、啊。然后你看有没有美疗？对，我们看到很多友族呢都非常的和善，而且非常亲切，而且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对。好，我们就这期到这边为止。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分享，还有启动小铃铛。小龙丹。